电影中史坚强一家人史爸爸许一凡，还有史荣史耀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哎呀呀，好可爱呀！好，我们先站在舞台中间，我们先来个大合影好吗？来看着前方。还稍微太好一点，喝一点吧。好，爸爸，要不要带着两位儿子跟现场的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哎，还没拍完，还没拍完，还没拍完。来看这边哦，前面好，一二三，好，这张。来，右手边。从左手边这里。来，左边这边。来，中间这里。好，看中间。好，我们给右边媒体朋友一点机会，好了。好了吗 ？OK， 好，那我们就请爸爸带着两位儿子，我们来这个跟大家打声招呼。现场的媒体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许一凡，在剧里面饰演史坚强。好，换你了，大哥先，大哥先好。我叫谢承佑，我在戏中演史龙，谢谢。我叫曾家俊，我在戏里面演史耀。好，非常可爱，非常可爱，谢谢。好，那我们先在舞台旁边稍候一下好吗？就带着电影中女儿新妍新雅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掌声欢迎。好，一样，我们就定位哈。我们先来一个大合影，稍微退后一点，好，稍微退后一点点，然后再退，对对对对，好，一样，我们先从中间开始，好吧？我们先看正中间，笑容，好，看左边，好，我们给右边的美女朋友。好，爸爸，我们一样，我们带着两位女儿跟现场的朋友打声招呼。OK， 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还有媒体记者们，大家好，我是闪电鲁。那我在里面是饰演这两位非常乖巧的女儿的爸爸，然后我是王爸爸。好，大家好，我是吴轩，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王新雅，谢谢。大家好，我是温蒂，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王心妍，谢谢。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有请爸爸带着两位女儿，我们在旁主了，也就是我们的体育老师，我们的主角马志祥，以及排球队的全雅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大家真的超可爱的，这部电影小弟我有看啊，所有的这个风筒呢都被全雅山给抢走。好，我们先来个大合影，一样，我们先看中间。好，看左边，来这里哦。好，中间再来一下下啊。这台，这台，哎，右手边。对嘛，雅山笑一下嘛。太紧张了啊。没有，没有，太紧。好，来看左边这边。对。好了吗？好，同样我们也请马志祥带着这个雅山呢跟现场的朋友打声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谢谢各位能够来到这里，谢谢各位媒体，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份感动继续给需要鼓励跟加油的人，然后谢谢你们喜欢这部电影。他就是害我被蜜蜂叮的那个正好。好，雅山要不要跟现场的朋友打声招呼啊？大家好，我是池德利，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全雅山。好，谢谢。非常可爱，我们旁边音乐老师陈嘉文 Ella， 以及电影中啊主角家的孙子孙女吴宗庭、吴美丽上台。老师好。好，一样，我先来个大合影好吗？来，往这边一点点。来，过来。Ella 这样看一点。好。好，中间这里先看我这边 ，OK。好，看右边。好，看右边。第一台，一台看哦。OK。好，第二台。哇，这样应该要看半小时哦。第三台。
好，准备第一台。第二台。哎，干什么？我就问。来，第三台。我是我的女儿。好，再看一次中间。好 ，OK。好的，欢迎。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所有的家族成员们来到我们舞台上。好，我们要先来一个合影吧。对不起，我们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嗨，现场的各位影迷们，谢谢你们来到现场支持我们。然后呢，我在《听见歌在唱》里面饰演的是黄韵芬老师。那我身边的两位，请你们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是王乔乐，我在戏里面演的是吴美丽。吴美丽。大家好，我叫高子祥，在电影里面我叫吴聪明。哦，这个声音真的有合唱款的 feel 哦，中气十足呢。他们两个的那个阿公就是吴顺水啦。哦，是是是是是。好的，非常谢谢 Ella 以及两位小朋友。那同时我们请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导演杨智霖杨导演以及我们的监制陈宏源陈监制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来个全家福大合照。好，这个时候要请工作人员在台上敲一下钟乐。小朋友停下来，再过去一点点。子龙的身高 OK 了，跟大人一样高。那我们这边这样子有点小 V 型的感觉。好，谢谢啊，好，谢谢啊。OK， 先看中间这里哦，好，一二三，这一张，一二三。好，旁边这边右边。右边，哪边？舞台的左边。我们这边好，先看左边好。舞台的左边，摄影大哥的右边。好，来看我们的右手边。来，我们来比武好不好？好。因为我们期待破5000万耶！好，来看这里。才5000万吗？应该不太够了。你先破一个来。来，这个四千一题啊，四千一题。哎，看这里哦，所有人看这里哦。好，看那边。来这里。好，看中间。Okay， 好，现场的媒体朋友，还需要什么样的角度跟姿势吗？让小 B 为大家瞧一下，都 OK 了吗？可以。都 OK， 我们就要进行 Q&A 的时间喽。好的。今天呢、啊，跟电影中的两位儿子见面了、啊，应该相隔蛮长的时间了。那。感受如何？啊，两年没有见了哈。哦，两年了吗？对，我上次见到史荣是他国小六年级的时候。那个现在是国中二年级了。哦，他现在跟你一样高了耶。对，他练举重。哦啊！哇，漂亮。那小儿子呢？史耀呢？就是上次看到他好像是30公斤嘛，这次好像45了哈。原来是长体重。没有。非常 Q， 所以看起来还是。等于是重温当时拍戏的时候的情况。对，其实不是只有看到自己小孩，看到这群小朋友，对对对，好像看到自己家人一样。嗯，真的，当时拍戏相处了非常长的时间。对， 对。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麦克风交给哥哥好了，史荣。史荣，因为在电影里面呢、啊，你要这个下山比赛都要花非常长的时间。那么你今天从南部一路来到台北校外教学，可不可以跟我们现场的朋友分享一下，到底？转了多少交通工具，花了多少的时间？我们转了大概3个交通工具了。好，哪三个？从家里出发到高雄，开车，开车，轿车，然后再从高雄坐高铁到台北，然后再从车站到这边计程车，大概4个小时半。4个小时半啊！那我们是不是要给一点掌声啊？为了我们台北的校外教学。4个半小时非常不简单。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弟弟好了，史耀非常可爱，长体重不长身高的史耀。史耀早上吃什么？史耀，这是你第一次演戏吗？嗯，对。对，那爸爸有没有在演戏的过程当中教你怎么样演？有，他教我才能。教我踩芒果。等一下，不好意思，我相信现场朋友一定很想知道什么是踩芒果，对不对？有看过戏的都知道为什么要踩芒果了。哦，哎，对对对，我们不能爆。没有看过的，我们先不剧透。我们不能爆那个嘛，对不对？我们想要知道，就待会旁边这一厅，然后买票进去就可以了解了。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麦克风交给 Sakino 的另外一位爸爸。好。
同样啊，爸爸也是跟女儿很久没见面了、哦、啊，对对对，对不对？那有没有什么样的话想要跟这两位女儿说？不要那么早谈恋爱哈、哦。这是每一个爸爸心中对于女儿的愿望，他不能是期望，而是强迫性的愿望。你们如果那么早谈恋爱，你们的男朋友那个手脚都会先断一个。哇，心雅心妍这样很辛苦呢，因为这样子有两个家长在管他们未来的感情生活。好的好的，那知道了，爸爸有提醒你们，这谈恋爱未来要注意一下、哦、对，而且两年不见的话，真的从轮椅上看你们真的长高了，已经快追到爸爸了。哦，那因为这样也算小小的暴雷了。对啊对啊，没关系没关系。好的，那我们就把麦克风交给两位可爱的女儿好了，好吧？哎，这是第一次来台北吗？不是哦，但是那这一次来台北的话，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去101大楼。101大楼，隔壁哦，等一下，妈妈带你去。姐姐呢？姐姐呢？我跟妹妹一样。两个哦，真的是姐妹来着啊，这个都想要去101。我们只有一栋了，那待会就请这个爸爸带你们这个校外，真的是去校外教学一下，好不好？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麦克风交给聪明跟美丽啊。来，聪明跟美丽。聪明跟美丽，哎，我们在这个小小的爆雷一下应该没问题，因为在电影当中啊，有一个场景是有吃那个飞鼠肠。飞鼠肠。你们两位有吃过吗？没有。真的没有啊？没有。哦，那现场有人有吃过的吗？那个、啊，他。哎呦，真的，两位，可不可以？果然长得比较高哎。要多吃一点哦，二度发育就要靠飞鼠肠了。好，既然麦克风在 Ella 这边、欸，那电影当中吃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现场吃的真的是肠子。真的吗？但是是吃木鱼肚的方式，因为飞鼠肠也没有那么容易获得啦。哎、欸，所以我们就用那个吃木鱼肠。但是呢，萨基努呢在我前面吃啊，他吃的时候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他把筷子这样。含到嘴里，很里面。那我心想说，下一口是我的，你一定要这样吃，是吗？不是，你要想，我前面还有两口也是别人，是不是？我不下重一点到时候所以我吃到三个人的口水。哇，两位辛苦了，辛苦了。不过小朋友的部分啊，因为你们之前也没有演过戏吗？有吗？没有，是不是？那这一次表现，因为在先前你们已经有看过首映会了，对不对？给自己的表现打几分？我们先从弟弟开始，好吧？不要害羞，大声的说出来，打几分？不要对嘴，怕老师在后面，不要怕。哎，我对啊，我们合唱团不能真的只能对嘴，我们要讲出来。有没有认真的贡献嘴型？有啊。好，那表现打几分？100。哇！哇就是要这种自信。哎，这有体育人的风范哦。那一定是100啊！第一次也没得比嘛，都是100。哎，好像也对、哦。第二次演不好，就会从100开始慢慢扣了。哦，好。那美丽呢？那给自己的表现打几分？打几分？100。哦，不会到100不行，这个我一定要追问。那弟弟打100分，你觉得就是你表现自己表现最满意的地方在哪里？那个。打蜂窝的时候，哦，打蜂窝又爆雷了。那姐姐呢？骂弟弟的时候，骂弟弟、哦。这个我们大家都很会。你可以现场再骂一次吗？可以吗？可以吗？拜托拜托。再骂他一次。再骂一次。你怎么骂他的？吴聪明，看那个人一定就是有唱。嚯、哦，你看，抓包。不是只要扣欠嘴型吗？干嘛偷唱？好，非常可爱，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男主角啦。哎，听说马志祥的家人也看了电影，而且好像感动到要带毛巾。我个人的感受是觉得应该要把棉被带到电影院里面了。各位分享一下。不是啊，这难能可贵的是我那群长辈啊，那群老人家就是加起来没有进电影院的年数大概超过100年的。哦。然后因为我们比较年轻的亲戚都看过，就有跟他们讲说啊，要记得带面纸哦。嗯。老人家的智慧不简单啊，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直接带浴巾好了。所以他们也都很辛苦的从部落，然后集合，然后到城市，然后进电影院看电影这样子。那反馈应该也很好，这个毛巾应该是非常有用途吧？哦，浴巾。
哦，浴巾还不是小毛巾，原来是擦澡的浴巾。因为他们看得比较容易激动，一身汗就顺便就洗个澡。对对对，跟我现在一样，哇，我也很激动。好的好的，那这也代表这部电影呢，真的是除了叫好叫座之外，真的是非常的有内容。另外，我们就要把麦克风交给在戏中非常强劲的全雅山，雅山，雅山。刚刚 Ella 已经举手了，没有，还不到你，还不到你。嘴型有点太明显了。来，雅山，这边的问题我很想问，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因为在预告片都有看到，就是在电影的场景里面有一幕场景呢，是看到体育老师要把那个尿尿淋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大家很好奇，那该不会是真的吧？是真的吗？是假的，这是假的，那是用什么做的？我觉得是红茶加酱油。红茶加，哎，酱油也不容易，老师。哎，那个尿应该是憋很久了。红茶加酱油呢？有加水啦，有加水啦。加水。但是那个酱油淋上去应该也不是很好洗吧？哇，红茶加酱油真的是辛苦了。那你有没有真的偷放一点自己的东西进去？你有没有真的尿？没有，没有、哦、我看你那个脸就知道有，一定有哦，我就看了就知道了哦。两滴，两滴。对，我相信这应该取决于这对师徒之间的相处到底好不好。就是拍摄的过程相处融洽的话，应该就不会有这件事发生。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把焦点转到 Ella 了，这次真的是 Ella 了，真的是我哈、哦。对，有一只。两个礼拜热情的电影见面会，据说还在西门町的这个游街拜票是吧？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西门町跑场次嘛，然后就会在西门町的大街上走，哦、那歌迷朋友就会跟着，就是影迷朋友他们也会跟着，是，所以我们就假装顺势就是造势一下。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选民的反馈？其实很多人跟我分享，就是说，我印象很深刻，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几个。有一个小朋友，他跟我说，他小时候他是阿美族的。然后呢，他小时候不喜欢承认自己是原住民，他甚至觉得说母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可是后来他长大了以后，他以自己为原住民为傲这样子。然后所以他非常感谢我们拍了一部这个电影，然后让他们的文化被更多人看见。然后呢，也有一个妈妈跟我分享，她说他们一家人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小朋友都有偷偷拭泪。然后呢，看完电影去吃饭的时候，他就发现小朋友在点菜的时候会点比较便宜的来吃。哦、我以为说点冰瓜锅影龟，对，是啦，他会点比较便宜的，是因为可能看到戏里面的孩子们的环境资源不是那么的足够、嗯，很多人看像很多新颜新雅，他们还要带学校的便当回去给爸爸，对，所以其实他们小孩子看的时候发现说，原来我们自己拥有的很多，我们太幸福了，所以他们更懂得知福跟惜福，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真的有很多的教育意义。然后还有另外两个影迷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我爸爸妈妈、嗯，我爸爸没有在买电影票，没有在看电影的，但是他自己特地买了两张票，然后带着他的好朋友一起去看。然后我就问他说：“爸爸电影好看吗？”他说：“很好看，很感动，爸爸的眼泪一直掉。”然后我看了就觉得很感动，就是身为一个女儿，我可以做一件事情让他这么动容，这是非常难得，因为平常要看他哭不容易。这样，然后还有我妈妈也是带着她的好姐妹一起去看，这样，然后我妈也说非常激励人心，也很值得走进戏院里面看。然后她还说，那个让更多人认识布农族的八部合音。然后她说之前是不是有个奥运的开幕典礼就是唱八部合音在德国？连这件事情我妈都知道，我真的是觉得我妈很博学多闻。对对对，反正总之就是很多人反馈给我们，就是说这个电影给他们很多的正向力量，甚至很多人就觉得自己是教职人员。然后因为这部戏有找回自己对教育的当初的那个热情跟初衷，是，所以我真的很谢谢大家喜欢这部电影，然后一直帮我们分享出去，然后也希望这样子的力量继续传递下去，让更多人可以得到一个正面的鼓舞，谢谢大家。哇，这一段话掌声鼓励一下。想很久没，昨晚上一直想呢，说我到底要讲什么。哦，好，但是刚刚你有说票房要突破5000万，虽然这只是第一个小小的挑战，但如果真的突破5000万，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是？我本来是想说啦，商请五月天哈、喔，穿族服来报战功，好不好？哇塞！哇，而且要单穿族服哦、喔，只有那一小片的那种，只有上半身啊，下半身。就你们自己想象了、哦、但是因为五月天心里想说啊，跟我屁事，又不是我拍的电影，
好啦，其实如果真的破5000万，我想要请大家吃早餐，我要捐出1000份早餐。1000份早餐。好的，现场，待会我们就可以提前发号码。对。先发100场，樱花公五高了哈。樱花公五高。OK， 好的。那么当然，这部电影呢，除了刚刚伟成提到之外呢，好看、好听，然后充满了正能量。而且刚刚 Ella 提到的，我真的觉得，就是尤其身为家长之后看了这部电影，真的是会有更深一层。很有感，对。对，没有错。好，那么接下来，因为在电影里面呢，其中一个桥段非常重要的就是拍手歌啦。是。拍手歌，我们现场是要原音重现一下，好不好？好啊。那现场的朋友，有看过的举手。哇，很多呢，很多看过的呢。好，那都知道。一。好，预备。预备，起。你在那个。在中间了，看不到你，不然他就会牵了一只虫。好了，好，不想挡，那你站起来，不会，没有，我会挡到。我们现在，哎，我们这是彩排的，我们这是彩排的。好，一哦，站起来，你站起来，没有那么高了。哇塞，怎么背后有按键？哎，有没有看过你的演员打导演？好，那我们现在练习要一八八一嘛，哈，预备，起，嘿，一八八一嘛，一八八一嘛。带领着大家知道该怎么拍了哈，那我们就3、2、1下音乐，我们就正式来喽。我跟你讲，他们是不会拍的，因为他们一直拿手机，只会用手机拍。哎呀呀！啊，但没关系，我们还是会尽全力的拍，好不好？好，有手的拍手，没手的跺脚 ，OK 吗？好，准备喽，3、2、1下音乐哦，3、2、1。这个五字现阶段非常重要，还是要请大家再靠近，好，再靠近一点。下一场就要出2只手了啦，导演对吗？这样子，这样贴着贴着。现在单手了，再下一次就要双手了啊。这样子五号，我们是怎么样？是中间呢？好，1、2、3，导演，你的舞挡住挡挡住你，导演不太会挡你。对对对，可以。OK， 再上一二。来，鼓下来一点，鼓下来一点。哎，好，1、2、3。来这里哦，这里哦。好。